那怎么呢？你不又出来了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天佑果果，我是小果。今天我们这里分级，然后我们去买点蔬菜吧。走。啊？你要哪个？那不小孩穿的吗？这个哈，我看像个小孩儿似的。那个吧，这个一般都是三四万的。啊，是哈。也挺。这个，哎。我这穿不上。少吃点油，它就穿上了。穿上了吧？熟的味儿，这串儿的，再打一号呗。再打没有啊？你给你问问哪个能穿好吧？你这个能穿好吧？哪个能穿好吧？这个早三年没穿了。一年就这么贵，上年才高。你自己看着怎么样？这个？你看着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以后今天没赢，还得出门今天带金子。这边哈，这丑，为什么穿这种事就怪丑呢？人家好看。啊，我看了好多人买。我这车都过得怪得劲。味道啊，味道那个也好看，头脑是这个，真乖的。你看那手机的小互动么好。你穿那个带子也不难看啊，那个带子让我看。叫他自己选，他穿啊。这个太花了。至少看你穿那个带子，你还不生气是吧？你看这家伙这里那么邪乎的呗，你不是没再挑个别的？不是两个。哎，那个多少钱？那个？七十。七十啊？现在那么少，大的就卖八十了。要拿啥？你说的话，还能少点吧？那个还真少了不买了，最低价格，再一个也是。咋贵呀？便宜点不行？